destroy the evil forces of the Decepticons, the Transformers. Robots in disguise. The Transformers. More than meets the eye. The Transformers.欢迎大家收看阿天之声，我是阿天啊。今仔要甲大家报告什么变形大代志呢？啊，首先呢，咱们直播一开始呢，大家和大家讲个清表，讲个清唱好名吼。就是呢，有一位马来西亚的董先生呢，伊呢希望呢，我会当用台湾话呢来进行一道的托拉斯号码的一种直播啦吼。那因为这位董先生呢，一直以来呢，在过去这一两档哦，非常支持我的直播啦吼，阿妈做足济。除了有甲我留一寡迄落一个咧回忆话啦吼，啊，佮有甲我迄落做几张相片吼，啊，真用心咧迄落甲我的节目咧，广告出去大家知影啦吼，那我感恩在心内。啊，既然呢，伊是希望讲我用台湾话交大家进行一道的节目吼，我想想的呢，反正这是出一个嘴的工课吼，安尼这交代好我就好啊。啊，若是有迄种迄要出钱啊，是出力的啦，迄落较粗重的迄落工具吼，较好大家去努力就好啦吼。所以呢，今仔日这集呢，就是用台湾话和大家进行今仔日的节目了吼。啊，我爱心讲你头前哦吼，就是我无时间搁拍字幕，所以呢，如果有大陆的朋友呢，啊是你听无台湾话的朋友呢，我会当甲你讲真歹势啦，这集的节目呢，你就只好听无啊吼。好，啊今仔日要甲大家。介绍的这个产品呢是托拉斯号码 Prime 内底 Commando Class 的，叫什么名？我想看卖，因为这个名呢，那是照伊迄啰这个说明书顶管写的，应该是哈多塞鲁吧？这那是用，那是要用迄啰，迄种应该是哈多塞鲁啦，应该是哈多塞鲁，就是叫哈多塞鲁啦，我嘛唔知道要哪用单位来甲叫啊，吼，啊，这是伊的迄啰说明书啦，吼，啊，说明书呢，伊是一种迄啰。算长长啊一条的吼，这吼、反正就是长长一条啦吼，长长一条，毋是大家拢爱啦吼，有的人嘛是爱爱细细格格的物件。好，啊，今日咧，咱既然是用台湾话来讲咧，就毋是我平常时啊做个啥来提迄有诶无诶种诶工艺啦吼，所以呢，我会较专心伫个介绍这个产品的顶端啦吼，反正这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啦吼。好，咱咱们迄个多拉斯号码，迄个普莱姆这个漫画内底呢，咱拢知影这只虫吼，这个会变成虫的这个 Decepticon 的迄、那、落、个，这什么叫什么卡小吧？应该只好讲伊是卡小啊，了了吗？因为又过来吃，伊毋是单一只尔。虽然讲这个哈多西鲁是一只特别有出来呢，伊但咪咱的迄个普莱姆内底呢，捌含这个波克两只呢，捌有小输赢过了吼。当然，伊尾啊呢是用一点啊 BP 大十的手段呢，对后边呢，阿伯整理就先倒落去吼，伊有对后壁那个堵一刀吼，无，其实毋是堵一刀，开一枪啦吼，所以后壁有一空，一空就是伊爬出来。这可见呢，当初做这个宝可的迄个产品的时候呢，这个制作迄个工厂的就有想着讲，迄个漫画内底演一出对后壁个挖空这个，无啦，这是我后壁好笑的吼，大概是听听就好啊。哦啊，可能讲台湾话，大家会发现讲，像那我敢那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迄是因为啊，都两种话开口都无共，自然迄落就会有一种无共款的迄种介绍的方式啦吼。啊，既然咱甲这宝格杀出来呢，咱就比一下这个赛事的吼。赛事来讲吼，其实两个人的迄落身高来讲是较差不多啦。啊，不过呢，若是安尼正面来看起来，咱会感觉呢，宝格呢加做大菜吼，伊迄落较大个一点嘛。其实呢，你若是甲并过来后边看吼，就是咱差不多已经有做一个比较过啊。伊后边呢，基本上呢是这个立一空啊，佮歹势，佮毋是立一空尔，是立过六空啦。好，你看立过六空哦。但是呢，咱这个哈多西鲁呢，基本上啊，伊规身躯来讲呢，无啥物有迄种偷工减料的所在啦，有啦，加减啦，但是咱们这种较无明显的所在啊，这我相信呢，伊这种 Commando Class 的这种诶迄个产品来讲，我想大家拢是会当了解哦，这是可以原谅的一种缺点嘛哦。啊，经过这个，咱都讲过吼，这是一个，虽然讲赛事来讲吼，看起来敢若有较细只啦，但是基本上伊的这种规只的这种，胶棒甲内底的这种曲线来讲吼，基本上是做了真好、真成啦吼。好，安尼咱来看卖，其实呢，
我是感觉有一点仔较奇怪，伊的这个色吼，我敢若会记得伫个漫画内底，伊敢若是较乌一点仔吧，应该是较乌一点仔，是啥？那是一种较小叶仔即个色吼，我是感觉有一点仔较是较浅一点嘛。啊，若要讲到即个赛事吼，其实我是感觉吼，我的印象内底敢若是即、这个，好多说落来讲，应该是该爱比迄、那个比即、这个比即个部分应该搁较大长一点嘛吼。所以啊，咱若是用即种雷军 class 的即个 play cooldown 吼，即、这个含伊相比的，我是感觉即个新冠的即个比例吼，敢若有较校外味啦。我是感觉即两身的即种寸尺来讲，应该是爱即、这个安尼看起来较有即个办事啦吼。当然啦、啊，即只吼，我是感觉伊即马即种规身躯的即种制作起来就。感觉啦吼，摸起来即个感觉啦，啊，佮有一寡细节啊，一寡迄个观察啦，即看起来吼，即只吼实在是应该做较大只的吼，比如讲做甲上少啦吼，嘛应该做甲迄个这个做甲迄个 deluxe class 来讲吼，可能嘛较有一个迄个饼头啦吼，甚至佮较大只，做甲无迄种 class 啦，我是感觉拢应该会比即只加较好啦，安尼有一点仔可惜，做安尼上细只吼，啊咱来看伊啊面啊。我捌看过有迄落大陆的朋友咧做一只迄种节目的时阵咧，伊真不幸，伊咧耍的时阵咧，竟然手去夹这两边啊，这敢若喙齿这两边尖尖这，竟然去编了断去吼，这我是感觉这是有可能发生吼，因为你若安尼编吼，确实啦吼，这两个尖尖这要讲要凹断去嘛，毋是无可能哦吼，咱踮遮咧，着甲大家做一下提醒啊，这个所在特别细腻啦吼。啊，讲到伊的即种会凹断的即个所在吼，我着感觉啊，伊即个有较反背即个所在吼，啊，佮有这石啊这啊，这伊我有安尼有啥会安尼甲哆啦 A 梦嘛吼，安尼擦一下石的即个感觉，即种塑胶吼，你若是迄个药水若甲抹起哩吼，我感觉敢若会一点仔，敢若会迄个刺激的、拍心机的感觉，可能会真够会歹去，所以我是感觉，我是建议啦吼，大家。不管是要擦拭啦，甚至你平常时咧耍的时阵吼，真正有一寡较油的所在，我那是爱较细腻的吼。毕竟这个哈斯伯公司哦，最近这用物件，这个啥，这个材料吼，会当省就赶紧省啦吼，咱家己较细腻的吼。好啦，啊来看卖伊的迄个会当振动的所在啦吼。这手呢，咱大家拢看了吼，才有一个迄个这个观察啦，这个是当360度的来动啦吼。啊，毋过呢，伊肩胛头呢有这个。即、这个算啥物啊？即、这个肩胛才有即、这个保护伊的即个角力遮吼，所以会加减去影响着。啊，当然你嘛会当把即个物件刷在后壁，甚至呢，你要把伊刷在后壁呢，刷在后壁呢，啊来遮呢，搁甲牵起来吼。安尼嘛是一种，嘛是会当讲是一种的迄个造型啦吼。你若是要互伊手的活动的空间较大，当嘛会当安尼算吼。OK，啊，毋过呢，我是感觉。既然呢，伊就有设计即个所在要互咱看，咱来甲囥在遮，甚至呢，你嘛当讲呢，这是一种是迄落啥物？这是要去迄落啥物？这是要去爬起来时阵用的即个造型。啊，若要喊他们小孙啊，要订高机，要抢起来的时阵吼，准备要决定讲啥物人会当今仔日含即、这个啊明仔去食暗顿的时阵，你得爱甲手绢闭起来，闭在后壁去，准备喊他们教孙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安尼啦吼。好，啊来呢，手来讲吼，伊有做四个镜头，而且佫做了佫袂歹吼，其实是做工来讲真好。啊，即个有一点仔迄落金细细的即个喷彩来讲，我是感觉嘛真水啦吼。啊，伊遮呢有一粒迄落这啥物，佮顶一粒这而且吼，本来是拄好交即、这个交即个色吼，看起来敢若一体成型啦，我是感觉袂歹啦。啊后壁这啊是伊迄落变成虫的时阵的即、这个。什么迄落卡啦？我感觉啦，放伫后壁啦，我是感觉嘛袂歹，但是呢，伊会影响到你这石仔要放的方式。伫个说明书顶悬呢，伊的石仔呢，伊的石仔敢若是放安尼吧，细安尼吧。但是我个人来讲，我是较介意甲放安后壁去啦。啊，安尼，这石仔就是安尼交入来，拄好含即支卡呢，安尼都写做伙。拄好会当甲即个后壁即个卡呢小固定一下吼，啊你安尼互相应该讲是互相固定啊，即、这个卡呢会当含即个石仔互相安尼夹掉的，安尼就较袂后壁飞后壁走啊嘛吼，对毋对？大家拢知影讲，我呢是较介意讲啊，
伊在身躯的一寡零件啥物呢？有一个较固定的所在，甲扭按啦吼。我是较不爱安尼喊来喊去，你知影喊来喊去是足无礼貌的代志，对不对？袂然是互伊固定安尼较好。吼、哦、啊，其他身躯有啥物所在当叮当呢？基本上就剩脚尔，而且脚会当叮当呢，嘛无讲介济吼。这个脚会当伊来所在足少，而且呢，伊的脚呢，基本上是一个敢若鸟仔脚的这种设计。啊，伊嘛只能翘安头前去吼，袂当个。后壁去，佫翘得袂动啊！脚呢，这个所在，脚膊这个所在呢，会当安尼360度转是无问题。那我感觉这个脚底盘来讲，我感觉是做了袂歹看吼。而且呢，我感觉，咩讲啊？伊这个，看起来袂，我看起来吼，敢若是袂输诶。这个所在佫会当震动一点啊，但其实是无吼。伊这零件，我是感觉。做了真水啊！伊遮尔啊细只的这种产品来讲啊，这是会当互伊加分的。后壁，那咱们这种迄落机器人的这个总控之下呢，是较无啥物好讲啊，就是一种算做了办事袂歹啊，但是无啥物会当叮当的。但是呢，咱们变成一只糖了后呢，伊后壁呢这个所在呢就真惨啊吼。啊，伊呢嘛有加一支武器哦，这支武器坦白讲造型来讲，我阁真介意吼。虽然讲无任何的擦色啦吼，啊，这个材料呢，有那是我头头讲的吼，这袂属于迄落你若药水抹去，感觉真拍心的这种材料啦吼，所以有那是爱较细腻啊，茫去啊凹登去。啊，伊这个武器是会当发射，这枪支是当发射的吼。啊，伊呢即马出加一种迄落什么更迄落什么一挂迄落。弹簧吼，我嘛唔知弹簧的台湾话要怎讲啊，真正是这道有够困难滴啊！你嘛是会当说会当甲弹出去，然后啊，不过伊这弹出去就是你当用手送尔啦。啊，伊这内底呢，因为有一个物件呢，小甲磕掉的吼，所以你安尼弹落去时呢，因为磕掉了，尾啊冲出去时呢，伊就枪支就会弹出去吼。啊，如果呢你无介意这枪支的话呢，你嘛是会当可以安尼。就是安尼呢，徛伫个手顶管，哦，安尼嘛是一种袂歹的武器啦吼。啊，边啊呢，即嘛有一空呢，你嘛是那个安大里只。哦，我是感觉交一个有一点仔速配啦吼，袂讲红，感觉足奇怪啦。啊，即支，我有呢，捌试过呢，互伊徛伫手顶管吼，安尼变成一个迄落那个一堆的机身啊。啊，不过我因为吼，这个虎口这个空吼，无讲介好用啦，是拄无啥里面吼。你知影这寸尺来讲，唔是大家拢会下呀，啊，就无多只好甲放伊只吼。啊，但咩迄个机器人的这个状态之下吼，这个武器哦，你唔是徛伫手呢，就是单伫个这个手骨的边啊吼。你后边呢真不行啊，无啦，嘛无啥物好不行的啦。就是真可惜啊，无其他的所在会当互你放啦吼，所以只好嘛放伫个手顶管啦吼。是讲好个，再无讲话歹看啦吼。即卖呢，咱就交大家来，展示一下讲伊呢，要安对机器人呢变成一只独角龟吼。好，啊，首先呢，这武器呢当然是甲揢掉了吼。啊来呢，伊呢就是对这个脚开始变形吼。你脚呢真简单，你就这个所在呢，各位有看到吼，这呢有一破，啊这呢有一空吼，就是甲堵入去。安尼，啊这脚骨呢自然后壁。啊来呢，这个。脚呢，甲规个寸落滴，就是安尼，先安尼。啊，另外一边呢，咱个会当用较紧的速度啦，吼，这脚骨挤过，这个所在捡起来，哦，用这安尼。啊来呢，来咱看滴吼，这两支呢，本来两支脚骨呢，这呢所在就当甲合作伙啊。好。安尼就先做迄个一只糖的迄个卡车片出来，就是伫遮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手呢，这所在片落开，这片落后边，这手先个摇管哦。啊来就是这个所在呢，伊的迄个腰这个所在啊，是会当咱用这个角度好啊，咱大家可能看较详细。这腰这所在会当
安尼过甲嘿翘起来，啊，这时阵呢，伊个头呢，就拄好伫咧两支脚的中央啊，吼，安尼好，再来呢，就基本上吼，伊个尾啊，安尼就应该是算完成啊，吼，啊来，咱这个时代的部分呢，咱先改，时代先来变在后壁。有时阵呢，因为这个设计的问题吼，这个有些时代呢会去互认出来吼，这种无要紧啊吼，无讲这毋是啥物大问题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顶半身这个部分的你那个先甲转安尼转过来，吼，转180度了呢，佮甲这个头的部分呢压起来头前，啊来呢，这个另外这真两吼三四四支脚呢，嘛是背来头前，背来头前，安尼，啊来呢，伊买这个所在呢，这个本来肩胛头这两块呢，即马爱踮咧倒呢，咱会当看到吼，伊即搭只有凹入去，即嘛有凹入去，这个形状呢，就是要互恁囥这个所在，吼，这样，当然爱小闪过这个脚啦吼，啊来就将来甲牵。甲做伙，安尼看起来，头前哦，看起来有一点仔好笑啊，袂说你是目睭吼，即敢若鼻仔感觉有一点仔好笑，即都交我印象中的迄种，都甲旧敢若无啥共款。时代咱个电脑好，买手呢，就是伊即个脚的部分呢，手伊本来的手呢爱变成上尾仔的脚，伊转来后壁时阵呢，咱即支手即阵也是爱甲偏落开，爱转安尼。就是讲呢，伊本来即个手、即、這个镜头、即个部分呢，爱顶起来顶悬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嘛是这样，偏落开啊来，当安尼，吼、哦、啊着，你着想看觅讲吼，你印象中躺的脚啊是应该安怎囥，你着是安怎囥，好，安尼甲囥在顶悬，啊，注意你的迄个妈妈啦，还是即个，还是恁兜的费用啦吼，莫去会看着讲有一只虫囥的桌顶，啊无伊可能会生迄个蚊仔水啦，还是迄、那个。哦，什么迄个物件都，还是摕迄个电话簿都拍落去吼，安尼你即只玩具可能就安尼就拍算去吼。但是以咱的住咧地球的人来讲吼，以咱的目视来看，伊应该是一种叫做独角蛄的一种虫啊吼。啊，我必须来讲一个，即讲一件代志。今仔日下晡我伫公司上班的时阵呢，我一直去甲人问讲，请问一下吼，独角蛄的台湾话要安怎讲啊？我发现讲，基本上无人会晓讲，啥物叫做，啥物是独角蛄的台湾话，无人会晓讲。所以呢，我只好今仔下班的时阵呢，开我的电脑呢，去咱的迄个期末迄个，得到迄个知识家吼，来查一下独角蛄的台湾话要安怎讲。我才讲，原来呢，基本上呢，即种迄个啥物啊，甲虫。即个类型的即种虫哦，拢用蛄来迄个来代替了滴啊吼，像咱讲啥物牛屎蛄啦吼，啥物有诶无诶，就是拢是共款即种型的即个虫了滴啊吼。好啊，即个虫呢，坦白讲，我搁真介意哦，基本上 size 搁真大只啦吼，伊咧做一个 Commando Class 来讲吼，这是一只真有分量的即种虫啊吼。其实呢，含迄个弗莱姆迄个放假内底的迄个，已经有一点仔无啥共啊。但是呢，以即种世界车的迄种产品来讲，我是完全会当接受啦吼。啊，基本上虫应该有的所在，比如讲虫是啥物呢？虫呢有六支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吼。所以呢，拉牙就袂当算是迄个虫啊吼，因为拉牙有八支脚。哦，啊，可能有人毋知啥物叫做拉牙，拉牙是啥物？哦，拉牙就是即个啦。即个叫做拉牙吼，啊，即个叫做虫，拉牙含虫是无共个，八支脚含六支脚是无共款的即种物件啦吼，所以伊无可能吼拉牙来迄个画来画去，对不对吼？好，啊来呢，伊基本上吼，除了这时代当叮当，伊活动这时代是你啊，家己用手机拨啦吼，伊家己袂去叮当的吼。伊呢，有一出来真穿出来就是伊这个。虫的这个头里只哦，大家应该看会到，其实伊目睭是红色的吼，哦，真三个这个红色的眼神以外呢，佮有一对的喙齿呢，看下喙齿看下尖尖嘛，啊，这尖尖这个角，迄个免讲啊，看起来就，捡弄着可能就
袂生啊，即个感觉。伊个喙呢是咱拍开的吼，你个喙了会咱拍开，吼、哦，迄真正是只有川尔吼，这是算是伊即、这个吐、哦。你安那看你感觉讲哦，够有喙齿呢？你来看，各位够看嘞，还够有喙齿啊？顶管无啦，下底有啦吼。安尼目睭阁红色个啊，伊即算安尼，成果算是阁有嘞，即有哪算喙齿呢？顶管一排，只是喙齿，毋是这里内底，伊是这里外口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喙齿是这里内底排安尼。哦，啊，即个所在呢，佮雕工佮喷即个金色个啊，啊，而且呢，伊个目睭啊，佮毋是，我安尼看啊，佮有安尼够看嘞，伊个目睭啊，其实毋是一对，伊是两对吼，即两，吼、哦，三是四对目睭吼，所以是算伫个虫个即个造型之下呢，有若是互感觉讲哦，哇，即、这个真正是一个真赞真赞个一个产品啦哦。不管是伊个即个机器人啊，还是即个虫啊，拢有互我感觉讲真满意个所在哦。所以讲，踮咧即道迄个 Pistol Hunters 个即个产线吼，尤其是即个 Commando Class 来讲，目前所杀出来即几只来讲吼，互逐个人个迄个印象分数拢是算袂歹啦吼。包括即只迄个哈多西鲁，差点要阁袂记伊个名，叫做安那念哈多西鲁来讲，嘛是会当个真。真大声啦吼！甲大家来迄个推荐哦，这是一只非常非常赞的一只产品哦。如果呢，你有机会呢，看到伊踮咧你，是讲啊吼，这一只吼，实在是四百几块来讲，原价四百几块是嘛是有一点仔贵啦吼。啊，你若讲拍一只九折八折来讲吼，我是感觉呢，就真适合讲的，咱家己买落来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就完成咱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董先生的这个愿望呢，我呢。我咧都用台湾话咧，真勉强啦吼，真有一点仔用掉我真侪脑细胞，诶，即个情况之下咧，甲即集咧来即个完成啦吼，啊，希望各位会当继续来支持我节目吼，今仔日就进行到这，感谢大家诶收看啦吼，咱后一集咧过来相会啦吼，再见，拜拜。